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拍一下最近很火的《西之绝境》。那给大家看一下，我这边呢是 GPD Win Mini 连接的 LG43，还有4080 Super 和开研究的显卡坞。那咱们来看一下这个它的表现如何。先来看一下设置，这边画质极高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对，我这边是一个原始的一个光栅状态，我没有开那个大力水手和其他的那个都没有。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我现在是没有打斗的场景，就是刚进游戏。这边是显卡吃到了97%、98%，然后帧率是在90多帧左右。对，然后这款游戏的画质确实不错。因为我这个是掌机，而且它现在是 PCIe 4.0×4.0，好像这个是有耗损的，损耗的这个显卡坞，对，大概就这个帧率。打斗场景我还没有，后来有机会再给大家测吧。